梁振英上任不够两年，你看看香港的现况，什么示威之都啊，简直是超级示威之都，每星期起码一次的，是港九新界大屿山都快有的了，随你揀的。他的施政出这么大的错误，他的罪状呢就真是罄竹难书。我姑且就讲三两项我认为是比较紧要的，比较重大的。他那种理念因为是错误，但是纯粹是理念嘛，大家就不觉的。他罪状最大的就是不停地无论私下或者是公开就隐隐地就会说行政与立法是配合的。任何文明社会，任何大学生在大学读过一些政治科都知道，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者是三权分立，然后互相制衡。不是啊，他说配合，而事实这个立法会是真的配合的，多得保皇党，多得建制派，他们那种着数，那种英文讲分猪肉的 pork barrel spending 给他，现在每个区议会一亿，你都知道什么事，你喜欢怎么使就怎么使啦。而第二罪状呢，就是以中港融合之名是出卖香港。我就好遗憾，而家只系得啊曾德成局长喺度，你只系负责一范嘅啫，吓就是、民政嗰度。而家就讲紧整个政府嘅施政嘅重大错失，出卖香港，佢有好多嘅语言艺术嘅。你容許我等陣慢慢仔細道來。我曾經請過呢個叫梁振英嘅人，就去中大見我嘅政治系學生。佢當時就同我啲大學生講，話佢會好着重內交。咩內交呢？今時今日大家睇得好清楚，就唔係同香港人打交道嘅內交。而是同北京不時圍威喂啊，佢冇資格圍威喂，佢基本上係去接令嘅啫。呢一種咁樣嘅內交，佢上任之後一路嘅委任，用人為親，你睇到噶啦。咁當然佢肯定係受到北京嘅掣肘。我自己個人咧就對啊張炳良局長要負責啊交通啊運輸啊房屋。我就真係覺得遺憾，佢實實在在係一個教育家嚟嘅。但係你睇下呢個梁振英整個內閣嗰個人選，嗰種私人俱樂部嘅感覺，連最基本嘅邊一個屬邊一範應該做乜嘢嘅，佢自己都拿捏唔到，佢自己都揸唔到主意。所以香港而家嗰個亂糟糟嘅亂象啊！是他一个人拿出来的。而行政立法配合就真的有目共睹。查高铁没啦，多些时间不如他们在工地搞事啦。这么错乱的讲法都会有人讲得出来的。似乎是没有人是需要问责。倒泻了水啊，抹干个地就得了。隨時超支不知多少百億，整個工程隨一個不覺意再不知道兩三年後或超支最後埋單要成千億，誰給啊？就是納稅人給的啦，不是他給的，雖然他都可能有納稅的，那就一定有的。你說要查海難報告，這麼基本的事不是查，說錯，是纯粹公开的，不给 PNP 要求他公开，没啦，不方便的，好像他们很维护法治。喂，这个立法会曾经有个动议，
由代表法律界的郭榮亨提出的，說本會捍衛法治精神啊什麼的，是被否決的，不要那麼搞笑了。但是行政立法在這個香港這麼畸形的制度，是實實在在日浮一日在這裡上演，好像戲劇一樣的。民主派拿近六成的票，在這個議會有沒有近六成的席位呢？當然沒有啦，你數一數都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什麼制度來。梁振英政府就可以日日這樣恃人多來行兇，沒有的了。你有什麼你自你說你正義，嘿，真是你我不理，不得閒跟你講政治倫理政治正義，總之我們是否決你，反對你，棄權你，那就行政大曬啦，那就市民樣樣都不妥，就日日上街啦。你又指住他們說，欸，這些暴民，這些民粹主義啊，永遠是沒有人錯的，在政府裡錯的只不過是人不懂得感恩啊。中港融合，哦，大潮流來，浩浩蕩蕩，簡直難以抵擋。然後他更加最可恥的呢，他就是用你最信奉的一些理念的字眼来包装他的所谓中港融合，但是出卖香港。3G 频谱的市场现有的营运商呕翻三分一出来拿去拍卖，咦，好事，哦，这个是政府讲的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哪个够胆反对？原来开放市场是被一间叫做中移动的公司引入竞争，唯一的竞争者亦都是叫做中移动。我们讲的是几亿几亿的投资，不是开花生档，不是随便边个入来竞争。现在你这样讲，拎出来什么拍卖，已经吓走了一个外资，走了，不玩了，香港这样就。然后跟我们讲燃料组合好像很环保咁样，咁你香港环保，大陆唔使环保嘅。嗰，那个燃料什么燃料组合，讲嚟讲去又系黄锦星讲啦。今次啊，开放市场，我哋可以制止现有，尤其是讲紧中电吓，现有长期嘅垄断啊，好系佢垄断系嘛，我哋有得拣，唔系。將來仲得人驚啊！係冇得揀嘅，係得南方電網嘅咋，又係中資嚟噶，電都 cut 埋你啊！第日冇話水添啊！你講新聞自由，誒，我哋特首辦嚇呢，這個政府係非常之尊重新聞自由嘅。我哋任何有關新聞自由嘅嘢，我哋係唔掂嘅咯，所以。我特首竟然会自己写封信去信报，以为要恐吓一届书生，就叫做Joseph 系连月增，有冇搞错啊？然后话佢有个人言论自由，啊，呢啲立法会议员讲嘅添啊，嗰边嗰啲吓，乜咁无知嘅说话都讲得出？一个人嘅身份地位，你揸住嘅权力，系可以当若无其事嘅。王维基，啲最基本嘅狮子山下创新精神，真系同你讲创新啊嗱！哇，通讯局挖空心思系要打残你。用一亿来白白买个不知咩流动电视牌，哈哈。而调转头，通讯局7月1号就准许香港的电视呢，而家是有社论的节目的。总之我闹你，然后俾返合理的 时段俾你呢，你回应就得㗎啦。但如果你唔好讲多，我可以话我冇点你名，成个节目其实都系讲你嘅。佢回应
佢一路鬧你嚇嗰、那個電視啊，然後你當事人回應你唔好講多，因為佢就話我點你名係總共25秒，我就出你25秒，但係咧剪到你支離破碎，傻嘅咁樣。啊，邊個認為佢係自認好蠢嘅咯？然後影你個畫面喺度點頭咁，得唔得咧？你做過電視未啊？你呢班人知唔知電視製作係點嘅？不過我要順帶讚一讚亞視新聞。就真係好嘢，喺星期一晚，如果冇記錯，係星期一嚇、啊。律師會個會長，因為主席啊，請問係會長嚇，唔、啊、記得叫咩名添。就竟然係記者問佢英文，佢係唔講嘅。你自己翻譯啦。香港唔係話亞洲國際都會咩？英文唔係我哋嘅官方語言嚟嘅咩？咪而家係好襯㗎囉。嗱，律師會會長喺記者會唔肯講英文呢，就肯定唔係梁振英嘅錯，但係就一種大陸化嘅象徵，可能佢普通話真係比較流利。而大陸化講咗幾耐，我同范國威早在2012年底已經開始喺呢個議會講限制自由行，取消1000多行。結果你睇到而家1000多行由2009年到而家係一路升到成8倍啊！有冇搞錯啊？一個700多萬人嘅城市，喺仲有九年幾十年後，係隨時要每年接待1億嘅旅客人次，你唔係係嘛？然後嗰蘇錦良話冇問題喎，等下班車啦，包容。喂，高鐵而家搞成咁，咩下班車啊？都唔知幾時有車添啊！呢個政府嘅施政完全係詐詐低低，咩事都側側薄，希望大家唔多覺。你淨係賴高鐵管理層隱瞞，佢可能攞咗你嘅官場文化啊嘛，就係咩都係詐詐低低，唔多覺，總之就側側薄。而家香港新聞自由啊，係俾呢個政府頗為玩殘噶啦，大家都識做嚇。自我審查，人唔係好信傳統媒體啦，網上咪好厲害嘅，叫做第五權嚇。網上係第五權咁巴閉啊！佢砰砰聲走嚟話，今年啊，而家講啦，我哋有個創新及科技局，王維基咁創新，不如將佢嗰壇嘢都納埋入去局啊！找王維基做新的科技局局長好不好啊？應該添啊，就不要等我在這裡議會開會私下聽到議員之間自己問你有沒有興趣啊，你呢，你有沒有興趣啊，你簡直可恥啊，可恥得緊要啊，行政立法配合。我不知道黃定光說我什麼了，說什麼啊，我而家系我嘅發言，主席都未批評。我聽唔到黃定光講嘢，你繼續發言好嗎？多謝曬。又好出奇喎、啊，文化局一月嗱，咁你聽唔聽到呢？而家黃定光議員，而家係毛孟靜議員發言嘅時間。一樣係文化局，一樣係梁振英曾經提出過嘅，許曉輝做局長噶嘛話。为什么又没有件事呢？为什么科技局就砰砰声来呢？你真的跟我说科技局跟网上管制无关，随时啊，网上的媒体几时就好像通讯局那些条例，你立法会反对是无效的，他有条例说你什么独立媒体啊，什么主场新闻啊，拿牌，从此以后要拿牌，要来申请啊。香港冇地，深水埗海旁有笪地啊，填海翻嚟嘅添啊，一大笪地系要嚟起豪，唔系豪宅，讲错系酒店。点解系酒店呢？我问规划署，规划署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呢个系政府嘅政策。我自己写信俾呢个特首话：喂，你咩政策嚟？佢就答我话：我哋系相信规划署嘅专业。
行政立法配合中港融合，这些全部是出卖香港的政策和行为。多谢。